们的火车路啊，偶尔你会看到那个火车有经过的，因为我们这个仰光这个地方也有市区火车，就是绕市区仰光市区的火车嘛，就但是这个火车的话我们只需要给100块啊就可以坐到对你想去的目的地，就仰光市区嘛。但是昨天大家看到，昨天晚上大家看到的那个火车呢啊，它不是绕市区的，它是有去缅甸的各个地方，就从仰光去内比都啊、曼德勒啊、蒲甘啊，还有就是摩兰苗，就加提又，就我们昨天去的那些地方嘛。但是我们的这个火车的话，没有像你们那边的火车一样，不是很发达，而且大家都看到了，也没有窗户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空调，然后再来就是也没有卧铺，没有卧铺的。然后而且我们，要从仰光，坐去到曼德勒也是很长时间的，很长时间。就是一整夜，有时候就一天半左右的大概，但是你钱的话只是1500而已。我们的火车站呢就是在市区里面，在这个火车就今天我们也好像要去逛一个圣玛利亚教堂，离那里很近的啊，也是这个仰光的火车站呢也是有百年了，也是有100多年了嘛，因为英国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建下来的，是这样子好吗？所以说偶尔你才会看到这个这里就中间这里有火车，但是也有会经过嘛，这样子。然后旁边就是我们现在过的这一条河，那一边就是车路啊，是这样子。那大家可以猜一下，就是这个桥的长处大概有多少，猜中的话我就会唱给你们缅甸歌没有了。